你知道魔芋为了不被你吃掉有多努力吗？不，你不知道，曾经我长这样，在热带雨林里当霸王，在竹方园百里最臭的花，一股烂肉味，有啥可牛的？你懂个屁，臭能招来傻虫子。肉味，魔芋花能模仿腐肉味进入虫子，虫子进得来出不去，拼命挣扎就能帮魔芋传粉。臭能吓走眉毛猴子，啥玩意儿？腐肉味臭花刺人啦！不开花的时候，魔芋会把营养都储存在块茎里。没想到人类有营养，我尝尝。我这是咋了？魔芋里有草酸钙和生物碱，是天然的植物毒素。我扎你，我毒你，让你喉咙痛、嘴巴肿、呼吸衰竭。没想到人类把魔芋磨碎，加水煮一煮，再用碱水凝固，就成了无毒又好吃的魔芋冻。等等，我是个垃圾，吃下去啥也吸收不了，压根没营养。那不得送死？记得点点小爱心。